锅盖没了，别把它也整没了。啊啊啊！扇贝肉，扇贝肉是好瘦哦。现在我发现呢，扇贝肉也开始瘦了。呜呜，哦呦，哎呦，这么烫，哎呦，哦哦哦，嗯，太烫啊！你看，兄弟你瘦啦，嗯，扇贝肉真的瘦了。但是还是很香嫩，喜欢吃扇贝，给个双击，可以吗？哇！爆头八爪鱼，哇，冒热气腾腾的，爆头，爆头，爆头！我靠，爆头！我靠，我靠！哇，喷到眼睛里了！啊，嗯，哇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大米耶！我靠！你看，一万年能够遇到这一回的，那个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哇塞，真的好幸运呢！哇，这东西一般到三四月份才有，带大米，现在这个就有了。哇，哎呀，看到没有，这么，哇哟，八爪了呀，我靠，八爪了呀，哎，海螺了呀，哎呀，这一锅怎么样，绝对的棒，新鲜，嚯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好，来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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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来点，来点，我靠，嚯，哎，来哦，酱油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漂亮啊，哎，哎呀，绿贝，哎，好吃就吃，好吃在哪个地方？我给你看。啊，我嘴已经发馋了。就这一块肉，用我们这边话叫袋子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哎，这两块肉长得像个肾似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剩下不吃了。我靠，生蚝、扇贝搞对象啊？嗯，我靠，又是生蚝。来做一锅，我靠，来做一锅好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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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会做那个仰卧起坐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俩长在一起搞对象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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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呸，我靠，我靠，他了，哎，了胡子，来点老干妈，哎，我靠，来点老干妈，它香啊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有点，稍微有点辣，老干妈这家伙是真有点辣，哎，老抽，关键是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稍等一下再搞它，加点水线，记得给个开锅喽，我靠，差点砸中我。这个是五星，哎，说白就是海星，
我们又叫它派大星。哎，你说它一个东西好几个名字，你能说得出来有什么东西又带有好几个名字的吗？海鲜类的，你看这边瘦了，哎，没有我肥。哎，这东西它就是吃这个里面，啊，嗯，这东西好吃，吃过吗？没吃过吧？哦，给个双击，就是对屏幕给我点两下，行不行？满满一大锅，哎呀，嗯，炒着吃，哇，哦，这么大的烟，大海螺，看到吧，老牛啊！哎，石闸蟹，我靠，迷你小八爪，爆头大八爪，哇塞，小皮皮虾啊，一大锅，哇，哎呀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哎呀，这皮皮虾也看凑热闹，哇，哇，哎。来点老干妈，有点辣味儿。哎，来点醋，醋是去腥又增香，你知道吧？放醋，醋是不会酸的，它时间久了就会花了。小迷你，哎呀，就是有点烫。小迷你，我跟你说，迷你的肉是脆的，很脆。啊，哎，告诉你，我靠，你看，哇，跟那什么似的，哎呦，靠，跟蛆似的，嗯，有大米香。不过要等到年后，挂米来锅，迷你八爪鱼哦，有，哎呀，传奇一响，黄金万两，哦，哇！全是大米，嗯，有大米了，不不，啊，嗯，要是来根大葱，哇，那种才叫美嘞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东西可是我的最爱。迷你小八爪，嗯，要是来个大葱，咔嚓，嗯，你看，咔嚓。嗯，很香，很好喝，是吧？嗯，一定是大葱，咔嚓，哇，得劲儿。嗯，来上一锅小海鲜，哎呀。八爪，哦呦，这个你看，老大了，这个迷你，哎呦，还有一个大虾，没呀，还有小虾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哎呀，
来点老抽，哎，上上颜色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来点酱油，加点醋，再来点老干妈，哎，老干妈虽然没有了，在心里面有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哎，心中有老干妈。也别忘了给我个双击，给我个赞呢，对不对？哇，看到吧，这都是差不多一斤的那个海螺，靠，壳挺大，肉倒没多少，是不是？哎，哦，你看，嗯，我靠，这么烫，嗯，哦，太烫了，这是它的那个鳃，哇靠，像个鸡蛋，那种烫，这是肝，哇塞，冒烟呢，还呢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这小海螺，你看到吧？可以，小海螺其实好香，你知道吧？我靠！我靠！有的东西大了的，哇，这么烫！大了有的并不一定说好吃。哇靠，这么烫，开锅喽，哎呀，哇塞，这海螺怎么样，够大吧？但是它也够烫，呸，哇，哇靠，哇，哎呦，哇靠，这么烫呢，哦，哇，这个大肉，哇，一斤多，差不多两斤。